Hello，Hello，hello, 午安，午安，有卡吗？嗨，芊芊，午安。Hello，不卡，不卡，不卡，耶、yeah，不卡，不卡。嗨，小马哥，Hey baby，Hey 小男生，Hello，Hey baby，午安。嗨，上庭，嗨，浩义，午安。上个星期都没有看到我，对啊，没关系，现在看到了。我会不会太素啊？好素哦。影言有听到吗？其实，没有听到，其实就是没有那么清楚的听到，因为我那个时候在赶着换衣服，所以没有非常的清楚听到。哎，谢谢芊芊，谢谢芊芊，戳戳你，好素，真的很素哈。啊，那我是不是要画一下，画个口红什么的？谢谢芊芊，嘿、hey, Grace，生日快乐，Grace。虽然过，但还是要生日快乐一下。生日快乐，有没有吃蛋糕？生日快乐，草莓酱，午安。不卡，那是有绿卡，绿卡不卡。阿塔布桑，Hello，嗨，鱼类。午安，有件事要跟你说一下，什么事呢？终于快剩下四百了，对啊，慢慢挤，慢慢挤。走，加速走。跟我说什么事，请说。什么事啊？嘿，Jack，Hello，签到，午休是不是？去休息呀、啊？嗨，卡修，午安。这个月升学是韩服，所以我写了一些诗，要给我有推跟关注成员。写诗哦，太强了吧！主播看完我打的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希望今年可以突破300。对啊，我也希望。这是为了不破音，就把声音音量压低了。哦，可是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那么赶着要换衣服，好像也没办法很认真的听到。祥玉哦，OK 啦，我能理解，就害羞嘛，害羞不敢讲话。哎，但是祥玉，我觉得好可惜哦，因为我有记得，就是你跟我讲过，你坐在侧边，然后我还有特别找了一下，想说，哎，你不是说你坐在侧边吗？然后我就找了一下，但是又没有，就是，我虽然觉得你。就是你很像，很像是，但是又不能确定，然后我就只好从你的反应来看你到底是不是。结果我每次在旁边就是跟你们挥手什么的时候，哎，你都不理我，哎，你完全对我没有反应。我就想说，好吧，那你应该不是了，这样子。对，我就想说，那你应该就不是祥玉。哎呦，我踢到，好可惜哦。不然如果我知道你是祥玉的话，我肯定是丢给你的。啊，因为你都没完全没反应，然后我就不敢确定到底是不是你这样子。而且有一次，就是我在边边，谢谢芊芊戳戳你，谢谢芊芊。有一次我在边边就是挥手唱歌的时候，然后就是我那个时候好像站在你正前方，然后你还刻意避开，你还这样子，我站在这，然后你还这样子。头这样斜斜的，想要去看我后面的人，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认定啊，这个人肯定不是祥玉，因为你还刻意避开我，你知道？你还觉得我挡到你，然后这样斜斜的看我后面的人，对，所以我就想说，那你一定不是祥玉。这首诗是要送给你的，贾家今有才女初，宜家一世戏歌迷，蒸蒸日上人人夸，美丽可爱手出绢。哎，太厉害了吧！哦，
你在跟谁讲话？我在跟谁讲话？你觉得呢？好厉害哦，这个，这写得很好哎，哇，我截图喜欢，谢谢你，谢谢暖风给我的诗，我喜欢，好厉害哦，写得真好，太厉害了。我昨天又收了一副耳机，果果的，真的、哦。Hello Ben， 嗨修泽，嗨夏夏，来吵架了？为什么来吵架？请吵。青云午安 ，Hello。所以还是用破音比较有卖点。可是就是我不确定，我真的不确定听不听得到。那个时候还蛮赶的，赶着换衣服。小燕说他很难过，因为你不理他。哈，不是吧？是他不理我，我很难过。Hello 暗红午安。弱弱的挥手在山顶，虽然在山顶还真的是看不太到。扣声有听到吗？啊，这我有听到，我有听到，我有听到从远处传来的声音，没有对到眼吧？嗯，就你还避开了我的视线，所以我就想说，那你一定不是。哎，谢谢思远的普通轿车，谢谢。你真有找到？哎，对，我找到你。他在看卢卡拉，对呀、啊，他就避开我，我就想说，那这个人一定不是。我想说，他居然我站在他正前方，他竟然还这样子，就是斜斜的避开我，想要看我后面的人，所以就觉得啊，他肯定不是祥宇，这样就觉得他不是。没想到你就是，妈妈你在干嘛？可以小声一点，很大声。哦，天哪，不要这样。有应援牌是比较好的，对啊，我有看到他拿着卢卡的应援牌，对，但是卢卡粉丝很多嘛，所以我也不确定他到底是不是。我这样，我怎么看起来都没气色？气色有没有差？昨天晚上快乐帮还有开个秘密会议啊？真的吗？第一次写文章如果有不好还是怎么办？我觉得写超好的啊，欸，我觉得很好，我很喜欢欸，而且你看还有我的名字，用我的名字写出来的，我喜欢，太棒了。吃过了吗？还没有。 Hello 陈武安，那个披肩我已经封存了。蛤，为什么？我都是用那个披肩来认瞎瞎的，欸，我都是用那个披肩来认你的。对，我每次都是看到披肩就哎，这人是虾虾。然后上次没有找到披肩，没有看到披肩，我就没有特别认出来。对，我就没有注意到是有你在那边，因为我平常都是看那个披肩呢，啊，然后一没有我就也没想到，没有想到你不带，不会带那个。一公荣范，新家世真貌，只因圣性坛。哇，好酷哦，厉害厉害！也感谢上庭给我扇子。哦，你的扇子是上庭给的哦。上庭你是因为知道在山顶没办法被看到吗？哎，芊芊。谢谢芊芊的戳戳你，芊芊你这样会不会一次送太多？谢谢芊芊的戳戳你，没关系，我慢慢急就好了啦，不用急，没关系，不用很急着，没关系，我们慢慢来。我记得他讲的，我是看到他看卢卡扇子，我才很不好意思。啊，你说我看你，我看卢卡扇子吗？披肩才是小小的本体，对，对，披肩才是小小的本体。我一直以为是这样子，所以我一直都是以披肩来认小小的。下课之后会有，啊，会有新披肩是吗？谢谢小小的花枝精粹。
Hello 啊，各位仔，整场没讲话，是蛮厉害的啦。对啊，你怎么可以整场都不讲话、不过我也能理解，就是害羞，因为就是身边没有认识的人，还真的不太好意思叫，对不对？哦，哦，谢谢 Grace。哇，我有红包了，开心！谢谢各位收到红包，上班加油，拜拜！上班加油！不是披肩，那是什么？虾虾也要做特工服，是不是？谢谢，因为我拿卢卡的扇子，会感觉对你不好意思。可是你避得很就是。好，说实话，让我有点小难过，因为一般来讲，我都站在正前方了，就是至少还是要看，就是我认为是像假设我是台下的人好了，假设有个偶像虽然不是我推的，他站在我正前方，我还是会跟他就是四目相交，然后挥挥手一下。但是你是直接我在这边，然后直接这样子，就是直接那个感觉嫌我挡住你的视线的感觉，那种感觉，反正你就是直接这样子避开，然后看我后面的人，我就觉得啊，好尴尬、哦，你知道吗？对，谢谢海军陆战队的文凯的戳戳你，谢谢你，耶，鸡戳戳。不过没关系，祥玉你也不用觉得怎么样，因为我现在也已经知道你就是害羞嘛，我已经知道了，所以 OK， 只是当下就是。当下会有点啊，我是不是挡住了你想看的人这样子，然后就觉得有点尴尬，没对到眼，哦，你觉得我们没对到眼？是吗？我也不好意思对眼啊，说真的就是这样子稍微看过去，然后看有谁愿意跟我对眼的，然后你都不愿意，你就完全没有想看我，所以我就算了。下次要更故意挡他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下次就直接手挡在他眼睛前面，你不准看了，这样子。谢谢一日花之金色，谢谢。流汗香香的肌肉光头。哎呦，你怎么会怎么自称自己流汗香香？谢谢肌肉光头的文手礼。肌肉光头，好久不见。嗨，季风亮，嗨，坤坤。送给妹妹，妹妹，妹妹现在不在家。我拿扇子就会被盯上，为什么会？每次跟你互看也会撑不住。是啊、哦，可是，好像是哈，一直看的话，我也在等你看我。是啊，我有看你啊，你不理我就算了。你这一开始视线都是先往上面找。对，你怎么？你发现了？对，我一开始都是，我都会先看上面，我会先看大方向，上面没看到，好，那就再慢慢看其他地方。对，我超晚才看到你的，因为你坐太前面了，你坐太前面，然后又是边边，然后我就一直没有看到，因为我都是先看大方向，对，我都先看大方向，然后再来看侧边，然后最后看完才会稍微看一下那个角落啊边边这样子，前面太前面的我反而不会特别注意。你真的也会害羞，我也会害羞。我一直如果一直互看的话，大概3秒钟、4秒钟，我也会不行了，我要先避开一下，这样一直看还真的蛮害羞的，我也没办法。那我要故意装作不看一阵，这样子我彩蛋就不会丢给你了。大家都很期待你的视线，有吗？我每次都觉得大家不想要看到我的视线。你流汗香香啊，那么那么
那么厉害，是不是？牙齿美，真的吗？谢谢你。叠字字，恶心心。我星期六太忙了，也没先跟医生说我的位置。没关系啦，没事。谢谢凯特的玫瑰。402吗？哎，是吗？多少？六，我也不知道。上次看你，你还在偷笑。哦，哎，对啊，因为我记得你那个时候，我偷笑那个时候是不是独自住那个时候？就我独自住的时候，然后你就一直看我，然后我就觉得天哪，好害羞哦，这样子。因为独自住嘛，就独自住还要装的一副好像哦，我很那个，就是那种，就是要有那种风格嘛。就是独自住的特有风格，在那边装，对对，就是跳独自住的时候还要装一下，假装自己好像哇成熟啊，哇性感什么的，然后我就觉得好好笑，我就觉得很好笑。但是我一开始还很努力的在假装，哎，我很独自住这样。然后然后我就突然看到你一直看我，然后我就觉得哦天哪，怎么那么。就是被看到，被熟悉的人看到我在装，就你懂这感觉吗？就觉得天哪，好丢脸哦，这样子，然后我就会很想笑，就是觉得又丢脸又很好笑这样，然后我就会，所以我那个时候才会偷笑，就觉得真的是太好笑了，哎，就已经装得很辛苦了，然后还被熟悉的人看到，就哦我的天，被看到了，就觉得很好笑。这次有拿到你的硬币了，哦，真的啊？你说纸币吗？赞赞。你有那个心就好。你下次不要感觉好像在嫌弃我挡住你的视线，好不好？这样子的话，我相信我们可以更快速的对到眼，对，这样我就知道，哎，这个人有在看我，但我要多跟他对到眼，这样子。很不屑的风格，对对，就是很不屑的风格。你说我避开的时候，一定是我没注意你看过来，可是我在你前面，然后你还头这样歪歪来去看我后面的人呢。没关系，你肯定是害羞的，对，我知道。这次公演我刚好有事去台南，真的，没关系啦，没事，还有嘛，每个月都有，下次再来。这样说让我更想独自住的时候盯着我看嘛，那我会很害羞，我一直想偷笑。下礼拜一中午啊，下礼拜一中午是不是？我觉得花轮那段非常赞，花轮。欸，对啊，我觉得我好像还蛮适合当花轮，我有花轮的感觉，可以。Hey baby， 耶、yeah! ！Hey baby， 要不要来看我公演呢？花轮是我，没空去看公演，没关系，下次公演不能去哦，没关系啦，还有下次。你一直在看玲玲，为什么？为什么 ？Hey baby， 公演已经不知道没去几次了，没关系，还有机会的。感觉很轻浮，哎、欸，什么啊？花轮很轻浮吗？花轮好像有一点，我没有很，我很轻浮吗？不会吧？我看起来很轻浮吗？怎么会？我才没有，要练一下快速换扇子的技巧。哈哈，哎，你就不能你就不能认真对一个吗？要这样子换，因为他很小只，你会挡到他，你会挡到的就是他吧，有可能吧。你可以一直看我啊，下次就一直看我，不要去看别人，至少我在你正前方的时候你要看我。只有六月的去不了。哎、欸，那下次你会
带什么东西啊？你的本体没了，那你要换什么？马甲挂起来，挂起来。但是我只拿一只就是了，那很好啊。另一个本体，对啊，你另一个本体是什么？李林的爸爸都已经认定小玉了，哈。我真的有看你，你比较常在这边。比较常在，好像是齁，好像是。那我怎么感觉都没在看我？我下次要注意一下。你2月20有机会看到吧？是什么啊？你要先让我知道，我才会找到你。是披肩类的，还是什么帽子类的，还是什么发箍类的，什么东西的？让我知道一下你的本体，你的新本体是什么？不行，让我先知道。啊，好吧，会不会是特工服啊？不会又来个特工服吧？我不会跟妮妮讲啊，哎呦，我口风那么紧，对不对？我什么时候爆料过谁了？哼，你说。我口风那么紧，怎么会呢？所以不能先让我知道，是不是？好吧，算了，讨厌。哼，不说就不说，不说就不说。我来给你们看看，我给你们看一个我昨天去抽奖抽到的东西，超可爱的。叮叮叮叮叮叮叮，有没有？它很可爱耶，可爱吧？超可爱的。它是护唇膏，卡纳赫兰护唇膏。哎，它很可爱耶。柠檬味，有没有很可爱？对不对？我昨天抽奖抽到。去握手会找你，我也有一件特别的衣服。好，我昨天去抽奖，我去那个，好像还蛮多地方有的。你看，我都抽这些，都是角落生物跟卡纳赫拉这种的东西。哎，这个超级可爱的，我去一家那个，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讲，一个网，一个就是还有很多实体店，它叫做那个 PG 什么什么网，反正很多实体店都有，台中也有，然后新竹也有，然后它现在有在就是扭蛋活动，就是100块那个。100块可以扭一颗大扭蛋，然后有就是从特奖然后到九奖，我再爆炸一下，等我再爆炸一下。特奖到九奖，然后我已经抽好几次了。我上次去台中，我们抽了3个。哎呦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是，我是目前抽到就是我们家我的运气最好，我抽到最好。但是哦，我真的是。就是选择错误。我第一次去台中抽的时候，我抽到4奖，哎，4奖，我抽到4奖，然后4奖是可以直接换一个小包包，就是4奖是可以换390的小包包，或者是一个福袋。然后，哎呦，我一开始哦，我第一次抽到，我想说我要换，我当然是换包包，包包那么可爱，对不对？然后结果我妹，我就问妹妹你要不要包包，然后。妹妹就说她不要，
就是妹妹说那个她不喜欢，她就说她不要，我就说好吧。然后妹妹就说不是妹妹，妹妹说她不要包包嘛，然后爸爸就说那你就换福袋啊，我就好吧，那我就换福袋吧。那我就换了一个福袋，结果那个福袋完全里面的东西我真的不知道干嘛，就是超可惜的。我换了福袋，结果福袋的东西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哎，也是一个袋子啦，但是就不知道这要干嘛啊，这种袋子。你看，原本可以换一个包包，但是换了一个奇怪，就是换一个福袋，然后一个福袋里面就不知道什么的袋子这样。我就觉得超可惜的，早知道我应该要去换那个，早知道我就换包包了，就换了一个这个，不知道怎么办，不知道是要装什么的。旅行包是吗？可是它是透明的耶，它这样要装什么？这样子东西都会被看到。你看它是透明的，这样东西会被看到不是吗？7几点？哎，我集了20多点了。放行李箱，行李箱？这个是行李箱？这个袋子是干嘛的？我还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它要干嘛、欸。可是它很小，它也不可能塞外套，外套根本塞不下。好性感的包包，对啊，它是镂空的，它真的，它那个网状丝袜就长这样，方便找东西。可是它也不大、啊，它就是蛮小的，也不能塞多少东西呢。反正我就不知道这个要用在哪里啦，我就觉得有点可惜。装衣服，然后放行李箱分包用。哦，这样子吗？然后它里面还有附两个小袋子，你看分开的，里面还有附两个小袋子。这种袋子。我也不知道装什么哎、欸，你看它很特别，它是这样子拉开来的呢。它这样拉开之后，它基本上好像也不能放什么东西，不然会掉出来，就也不知道要放什么。谢谢生气糖的玩耍礼，放到储藏室，真的哈，我也不知道这怎么办。爱线跟我一样，什么？还没有。放药遮起来的，里面袋子还不错，我觉得这个还不错，但是这个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不是这个好难用哎、欸，这个我不知道装什么，因为它是会打开，它没办法装很多东西，然后就这样提着，它拉链是在中间的耶，这个能装什么啊？这个我如果装小东西，它不就掉出来了吗？这种能装什么东西？这我不知道，这个我不知道它能装什么、欸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好用。选一句这种包包开发，装那个什么是不是？哎呀，直的衣服是吗？把你放的那只抱那只砸下踩进去，我来试试，哎、啊、塞不下，砸下这个，这只下太大了，它这没那么大，塞不下去。我顶多把它脸塞进去。哎呦。性感炸虾，塞不下去，就这样。中的可以放平板电脑，真的吗？塞得下吗？感觉塞不下，我电脑好像没那么小，它不够宽，好像塞不下。乖的人装进去，透明的包包很好用。告诉小偷没东西给你偷，好像可以用。
小的就是装一些比我化妆品，对，小的我觉得还可以用，但是那个中的就是中间伙伴的那个，我真的是不知道要拿来装什么。它中间一拉开来，然后中段、啊、它为什么不是把拉链做在上面呢？它拉链这样斜斜这样直直好坐在中间，这个东西都会掉光光。衬衫是不是？那大的嘞？大的要放什么？大的能放什么？放一些水吗？然后就我们第一次去抽的时候在台中抽，好像抽了三个，我们好像抽了三个吧。啊，弟弟刚才也没抽的，抽的就都就没什么，那叫什么？就是吊饰啦，对，就是普通的吊饰。弟弟刚才没抽的比较弱，然后就对，就只有我抽到四张，结果我没有去换包包，我换一个福袋，然后拿到一个也不知道怎么用的东西，对。然后第二次是妈妈她跑去抽，大的放上衣裤子。这样不会弄脏吗？你升学的时候要发，我升学今天发。坐中间好像真的是有的放衣服的，会这样设计。月一有什么奖励？你说月榜第一名吗？有什么奖励？有什么奖励啊？你是问我有什么奖励，还是问说？浪会给你什么奖励？妹妹考完试的吧？有，妹妹昨天考完试的。请把用过跟没用过的分开放。当然啦、啊，怎么可以一起放？你怎么没念后面那句？念出来是眼神就要多美哦？真的吗？我看一下，眼神要多满一点。好。问你问我有什么奖励，还真没特别想要什么奖励。你们想要什么奖励啊？跟我说嘿，跟你说嘿 baby 好像也不错，可以啊。你们想要什么奖励你们可以提。谢谢阿贵仔，谢谢草、哎、然后第二次是妈妈自己去，妈妈去新竹的抽，妈妈抽了一个还不错啦五奖，但是那个五奖就是那五奖是一个保湿喷雾，小小罐的保湿喷雾，也是可纳赫拉的图案的，还有一个小护唇膏，但是不是我这种护唇膏，是比较小的护唇膏，对，他就抽到这个，还有那个他我们抽到五奖是那两个东西，就是保湿喷雾跟那个小护唇膏，对啊，就是还行。但是我在想的还是，就是你知道我抽到四奖，然后拿去换福袋，我就一直都很呕，就一直觉得啊，我怎么这样去换包包，我不该听妹妹说她不要我就不换的，就觉得很可惜。请把用过的衣服放我这边。你包包很空是不是？这次身体都很好看，夏夏不要买，我的很美哦。我今天发给你们看看有多美，眼神表示总一都没奖励了。哎呦，你们要什么奖励你们跟我讲嘛，我可以的，我可以做到，我都会做。签名照一张，我也很想耶、欸、我也很想。其实如果公司愿意的话我非常 OK 的。谢谢阿贵仔签到。芊芊说这是想帮我买生鲜。妹妹好累了。对啊，我就一直很哦，没有换那包。反正后来妈妈自己去抽到五奖，其实也还不错啦。然后再后来是我跟妈妈去。然后，我们抽了几个？
有，我们好像我们各抽了两个。数学一百分，一百分，妹妹，妹妹数学考一百分啊，那么厉害，一百分耶，是吗？刚说一百分吗？妹妹考一百分啊。数学一百分，全班只有两个人。哇哇，妹妹考一百分呢、欸！妹妹数学考一百分呢、欸！哇塞，也太难得了吧！妹妹数学考一百分呢、欸，你教了是不是？哇塞，弟弟英检过了吗？弟弟应该没过吧？会过吗？我不知道。进来了吗？我不知道。哇，你的数学考一百分哎！买个炸虾送妹妹，哇，好难得哦，妹妹，谢谢朱莉恩的枫叶，妹妹平常都考不好呢，好难得，好难得，妹妹居然考一百分，那妹妹国文考几分啊？八十几啊、哦？阿国文考不好，老师是不是改错了？应该没有吧。谢谢森塔的小兰花。我这次学生有两个也是全班的唯一数学一百分，哦，那么厉害呀！那么厉害。哎呦，还不错啊，终于考一百分了。妹妹很久没考一百分了。要给她奖励的。要给她奖励的。要给她什么奖励？还不错耶，她考一百分呢。不错不错。你是不是有教到妹妹？应该是没有。他是说他可以。没有，全班两个人总算都在隔壁的。除非他隔壁也是一百分。对啊，有可能。不会的，他肯定是很厉害。或者是刚刚好他不会的，别人会。没。那两位都是男的。哎、欸，然后我还没讲完，然后反正后来，哦，我抽嘛，然后我也是，就是抽到了，最大奖，我抽到了五奖，你没说吗？等一下，你看，很可爱哦，这个也蛮可爱的，反正我抽到这个也很可爱耶，这个，我觉得这个也很可爱。这是素颜霜，这个是粉饼，可爱，我觉得还不错，抽到这个。拜拜。拜拜。我的包包嘞？对，抽到这东西。你给这给你。还不错。你没得说吧？推车吗？不知道。啊，你这是哪里人？新竹。我觉得可奈赫拉的周边都很可爱，我会觉得你看可爱吧。反正我第二次抽到比较好的就是这个，其他就是随便啦，其他就那样子。然后再来，我们又去抽了。哦，拜拜。然后，对，昨天
昨天我们又去抽一次，结果呢，我居然久违的，我居然抽到了四奖，又抽到四奖，哇，刚好是让我血耻的时候，哇，我昨天又抽到一次四奖，哇，我都抽到四奖，没有一赏了，哪那么厉害，没有那么厉害，好不好？如果可以抽到一赏的话，哦，我早就已经跟你们拿出来炫耀，你看我抽到一赏，怎么可能？没有抽到，没有那么厉害。哎，我超想抽到特奖的，特奖的包包很好看，但是我反正抽不到就等。就是，我终于又抽到一次四奖了，我这终于是让我血耻的时候了。对，我真的是不换，我真的不换福袋，我不去换福袋了，我直接换我原本打算换那个包包。那包包就是可爱啊，你看，给你们看，差超多的哎，一样都是四奖，这个包包跟那个福袋的东西真的是天差地远。你看，噔噔噔噔，没有，超可爱的，里面还有角落生物的图案，超可爱的角落生物哎，角落生物的，嘿嘿，你看，终于被我换到了，终于血耻成功。上次就是因为妹妹换了，所以才换一个福袋，超呕的，你看哦。我真是还好，我又抽到一次四奖，终于让我换到这宝宝，很可爱，对不对？哪一家的福袋？那个 PG 什么什么网的，对，他有实体店，他实体店有办那个大，就是他是扭蛋机，就是那种很大台的扭蛋机，然后100块扭一次，然后就是。会出来很大颗的球，这样子就是扭很大颗的扭蛋出来一次一颗，还不错。芊芊的留言，这次生鲜买多一点，让以真可以多去抽几次。那么好，特奖是什么？特奖是2000块的后背包。我觉得价钱不重点，重点是他那个后背包很可爱，就也是角落生物的，然后就很可爱，而且他做的。就是那种不是很普通的后背包，就是它还有特别设计过的后背包，就很好看。而且你们也知道，我喜欢背后背包，就基本上我都背后背包，我不太会背这种斜包包，斜包包就是拿来收藏的。我自己平常会背的就是后背包，对，所以我就特奖很赞的，特奖的是后背包，而且很好看，就超想要那个后背包，可是不可能啊，那太难了，特奖太难了，特奖根本抽不到。这次就换了一个这个，可爱吧，侧背包。这就好多了，我一开始本来就是要换这个，就是因为妹妹在那边说她不要的，所以我才想说好吧，那就换福袋。这两个差很多一个根本不知道干嘛，一个是这个，你看，果真失去的还是会回来的，失去的东西总会回来的。我那天失去了它，我昨天把它要回来了，我抽到它了，终于。虽然四奖也没什么好开心的，但是。至少把我原本要的拿回来。你是不是跟宇宙一样爆抽？他爆抽吗？我抽了几次总共？我算算看，12次吧，抽了12次，1200，花一千二这样子。好像有点贵哦，花了1200，因为它很多都只是，就是一般般的吊饰嘛，也没什么特别，还行啊，哼对啊，一抽一次100，但是我总共抽12次就1200，其实也还行啊，我觉得。买给我，不用了啦，没关系。谢谢祥玉，性感包包送你吗？这次见送拍最喜欢的，头贴吗？
哦，那素颜呢？哎呀，哎，暂停，我那张素颜，我那张只有打底而已，没有化妆。雨月报抽23，哈，23，你抽什么？抽什么？抽23次？哦，纸笔啊！哇啊！你抽23张纸笔，什么意思？你抽了23张纸笔吗？还是你抽了23个人的纸笔？哇塞！会讲客家话吗？哦，我不会，我不会讲客家话，我也不会讲台语，台语还比较会一点点。直接包红包，冷静下来吗？对，我冷静下来了。哪里素了？可是我那是，可是我那是素颜哦，一翻赏哦，23个人纸币，23抽都是纸币，有点开心。一番赏，那你最后有抽到一番赏吗？你最后 有抽到 一等奖吗？你抽什么？抽23次？爆抽纸比较可怕，一抽2300以上。你最近都没有给我换大头贴的素材，有，我今天都给你了。我今天就给你换大头贴的素材。台尬后。大家好，这不是闽南语吗？大家好，哎，闽南语怎么讲啊？我不会。谢谢浅浅，戳戳你，耶、硬币，什么是硬币呀、什么是硬币？谢谢浅浅，越来越接近400了，棒棒，哎，40。太尬好，太尬好，太尬好，太尬好。那闽南语怎么讲？大家好。哦 ，reset 的那个硬币。大家好。啊、哦，大家好，我是贾一真的是。我是贾一真。我不会了。嗯。哦，不会，好难哦。哦 ，reset 那个，那个要抽哦。哦，你说印的吗？印的签名，印出来的签名。啊，你有抽我的吗？你抽到我的了是吗？你有抽我的吗？我的应该比较好抽吧，我的应该很好换吧，我觉得。我是靠人抽到瑞婷硬币。瑞婷，啊，你有我的吗？大家好，你名字都不会，我不会讲啊，我的名字的闽南语怎么讲？你会客家话可以跟叶子恩沟通？哈，真的假的？他会客家话啊、哦？为什么要 this？ 感觉比较顺口，叫一真 this。一真几岁了？怎么讲、啊？哇！我闽南语的一二三四五，我记得我记得我背过什么鸡嫩沙喜，然后嘞狗拉七不会高炸，是吗？是这样吗？印象中好像是这样，所以21就是。嫩鸡，我不会耶，怎么讲啊？是这样吗？假就是念 gay 啊，真的啊 ，gay 一间，好怪哦，好奇怪哦，天哪，好怪哦，好怪哦。芊芊也会说客家话，哇哦，厉害哦，我不会说客家话。田中豆粒王哈喽，李渣一，李渣，哈？李渣是什么意思？李渣一回，
21岁啊。怎么讲？21，一样啊！你21啊，那么年轻，哇！你也21岁，你跟我一样21岁哎！你好啊，21岁兄弟，他也是 gay 精，是啊，我不知道，哦，21岁台语，你咋一会？你咋一会？哇，你咋一会啦？哇，你咋一会？哦，你22，差不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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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咋一会？还行。你22岁，你咋一会？你咋一会？是吗？22岁。而我的闽南语超烂的，我真的不会。讲台语好可爱，不会讲啊，好难哦。给一家，我没有讲给一家吧？我说给一间，哎呦，给一间，给一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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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gay 虾虾，没有，他不是，他是那个哎，他是萝莉控，萝莉控虾，萝莉控虾，他是萝莉控虾，萝莉控虾，李真今年会很适合找一个25岁男生，你25岁是不是？我就知道哦，我就知道你25岁，嗨，原来如此哈。你可以教我台语，好啊。罗罗克虾哥，对，罗里孔虾哥，罗里孔虾虾，罗里孔虾虾。虾虾也不在，对不对？赞哦，赞哦，趁虾虾不在，快点多说点他的，多谈论一下他。谢谢真网的枫叶，以后喊虾哥的就是萝莉孔虾，萝莉孔虾虾虾虾虾，你是凯哥，你才又大一岁，好啦，也可以啦，又大一岁，凯哥，嗨，你1996，那要25，哎，有红包哦，那么酷，哇，有红包耶，谢谢你们。耶、yeah! ！夏夏可能被 FBI 破门了。夏夏在干嘛？夏夏去哪儿了？我抢红包，准备。抢！抢！哎、欸，我抢到了耶！耶、yeah, ！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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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！我抢到了，我开心。哇，棒棒！1998，我1999，差点，差一点。虾哥这次reset超早来，就是为了看乐乐，真的啊、哦！哎呦，虾虾，哎，虾哥在吗？给一家，刚刚自己发生什么事？没什么事啊，久违的红包，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KB， AKB48 TNTP 的贾一真，你好，可以多多关注我，谢谢耶。Yeah. 好啦，1993还好啊，很年轻啊，比我大6岁而已。你考完试啦？嘿，现在好久不见，你考完试啦？不要看回放啦，你看回放你会发现我也是其中之一。不要看回放了，统一多多请多多指教耶、yeah、新竹有去过城隍爷庙吗？
你说市区那边的吗？那有啊，当然有。那边新竹也没有几个地方好逛，那边就是，对啊，那边就是其中一个还算可以逛的地方，还是得去的。新竹还真是没什么地方好玩呢、欸。有没有新竹人啊？知道哪里好玩？我自己新竹人，我都不知道哪里好玩。的确，还有哪些吗？你说新竹吗？巨城吧，巨城真的算是新竹最好逛的地方哎、欸。还有什么？哦，还有一些游乐园吧，像六福村啊、小叮当，还有小人国那种。啊，耶！yeah, 我抢到了，谢谢，我抢到了，耶、yeah. ！谢谢大家。苗栗人，你是 Jack 吗？苗栗人。内湾哦，对，还有内湾逛老街。Hello， 志空，你好。你住在我心里，这样算新竹人吗？可能不算吧。新竹有什么好玩的、啊？除了这些东西以外，巨城啊，然后市区嘛，逛一逛，还有什么？小叮当，对啊，你不知道，新竹有一个小叮当，新竹有个小叮当。科学博物馆哦，哎，不是科学馆，那边很好玩呢。那边有很多就是还蛮有趣的东西，蛮好玩的，你可以去看。那个是在新竹吧，关西那边是不是？小叮当科学什么馆的，你们可以去，其实蛮好玩的。对，就是虽然没有那种很大的游乐设施，但就是。哦，科学游乐园就是还蛮有趣的，很好玩的，我觉得小时候觉得蛮好玩的啦，现在我很久没去了，不知道。小时候校外教学都会去，对啊，那很适合小孩子啊，老人才知道小叮当。什么？大湖草莓那不是在苗栗吗？苗栗我也挺熟悉的吧，算是。主播今天要原谅你，我早就原谅你了，我怎么可能不原谅你，对不对？主播会原谅我打加一，不会加，那应该全都加二吧。哎呦，我肚子饿了。以前都觉得水管浮在空中很厉害，是不是？很神奇。可是我现在还是觉得他很神奇，我现在还是觉得他很厉害。一家来了，一家给一家。哎，糟糕！哎呦，你们居然让我说出来了，我原本都没想说的，真是的。好啦，都原谅你了啦，早就原谅你了，不会怪你。我也懂，我懂这种害羞的感觉，我是过来人，我自己也是过来人，我明白的。哎呦，夏夏现在来哦，那还好夏夏现在来，没有听到。咦，我抢到了，谢谢，诱导成功，还好没事，他刚刚不在，夏夏刚刚不在，他没听到，完全。不要脸！嗨，夏夏，夏夏，你要不要买我的？你要不要指定我的那个啊？我的圣鞋？夏夏，要不要来指定一下我的圣鞋？芊芊晚上就要回应啊！真的假的？辛苦了。基隆品涵新竹一针嘉义一家，还有基隆面面圣血，对啊，夏夏要不要指定一下我的圣血？
很正呢、哦，自己讲，我觉得还不错啦。看看有没有年终在说，哼，嗯，你把你要买的那几包分一包出来，指定我就可以了。都喊得像二姐，不会啊，你喊得很好。夏夏要不要抽纸币？哎，我今天就发一发，我有好多张照片哦。我这个月的生写有超级多张照片的，我不知道那个，对，我可能会发很多张吧。哎，你们想要我一次发很多张，还是分好几篇发？你们觉得哪样好？但是文我都不知道打什么。你比较什么？虾虾，可以不要在我这边萝莉控吗？哦，真的是。怎么样？你比较年轻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你年纪比较小，你年纪比怡真小很多，小三分之一。他说你年纪比较小，哎，你就喜欢年纪小的，母汤啦，哼，真是的。你看他都在那边萝莉控呢。他刚刚私我说你比较黑。妮比较年轻啊，妮比较年轻，他喜欢年纪小，没有，夏夏你就是喜欢年纪小的，你就喜欢小妹妹。哎，你那么多，可是你也不用订那么多个啊，你就分一个给我嘛。这个直播间好恐怖，怎么会呢？我可爱到快飞到月球了。你确定啊？好吗？哎，我想到哎，赞赞，耶！分次发，刷照片刷快两个月，哪有那么夸张？哎呦，好啦，哎，我现在那个排名吧，哎呦，都一点多了，我肚子已经饿到是那么小一个了。那个排名。刚才是有人说我会买几包，哼哼，嗯，第，缩成小鸟胃，念个排名。第十名思源，谢谢。第九名朱里恩，谢谢。第八名流汗香香的肌肉光头，这个名字真的是蛮好笑的，流汗香香肌肉光头，谢谢。第七名，哎，第六名雨瑞还有虾虾，谢谢，谢谢萝莉控虾跟雨瑞。第五名阿贵仔，谢谢阿贵仔。第四名乔纳森，谢谢乔纳森。我懂乔纳森的名字，每次取的都好都都很有趣。哎，雨瑞跑上来了啊，谢谢雨瑞的温手礼。雨瑞跑上来了，雨瑞变成你的名字是念错了，没有啊，怎么会？你在变第三名了呢？礼拜六中午可能只能挂一下狗狗，没关系啊，没问题。改好笑一点的，对，我觉得可以改好笑一点的。第四名相遇，谢谢相遇。第三名雨瑞，谢谢雨瑞。第二名文凯，谢谢凯哥，谢谢你。第一名谦哥，谢谦哥。第一名谦哥，哎，祥玉变第三名了耶，哇，谢谢祥玉。怎么你们都蹦蹦蹦蹦蹦蹦，每个人都跳来跳去的。祥玉的祥玉冲到第三了，谢谢祥玉，谢谢祥玉的文手礼，耶，哎，红包，哎，怎么不给我抢了？
哎、欸，为什么刚才红包不给我抢？哦，有了，出现了，耶、yeah, ！我抢到了，我要快点集阳光，这样我才可以加粉丝团。我每次都集好久，都还没，对我都要集好久才能加到。千吧，突然冲，对啊，突然就冲上去了。谢谢。耶、yeah, 谢谢大家，最后一包红包，我都存在一真的直播间。没有吧，你都存在萝莉的直播间。我卢卡的阳光不用抢了哦，你已经一次加了一年了是不是？那你要不要加我的也加个一年？我还是第二名，对啊，你还是第二名，谢谢凯哥哦，凯哥哥。虾虾不用抢阳光，你不用抢阳光啊、哦！你既然已经，哎、欸，你都多到不用抢阳光啊、哦，那你为什么不快点加一下我的粉丝团？虾虾加、啊，下一次何时直播？下一次这礼拜六，哎，是吧？是吗？这礼拜六吗？对吧？这礼拜六中午吧，我记得是，是吗？大家还是礼拜天呢？礼拜天还礼拜六？哦，礼拜六，礼拜六中午，礼拜六中午，我都只能看你真的直播。他开的时间我都看不到，哎呀，所以，好吧，看不到他的只能来代替一下，看我，可以的。那你要不要加一下我的粉丝团？啊，你粉丝团到2024年太多了吧？你是怎么挤到那么多？你是用阳光还是用浪花？2024年也太多了，你还真的是不用挤了耶！天哪，2024三年哎，哇！你那么三年了也太猛了，真的。哎、欸，你都加了他三年多的，你要不要加我一个月啊？加我的加一个月就好了，人家都三年多了，你就加个一个月嘛，要不要来一下？你看三年多跟一个月的对比，还好啦，才一个月，人家都三年多了。接着要吃午餐，没问题的。你多加加两年。你们真的是在比谁比较厉害，在比谁阳光比较多，太厉害了！哇塞，好卑微的请求。对啊，你看，哎，虾虾，你真的是虾虾，对，不是萝莉的人就是够狠心，忍心呢？哎，呜。虾虾忍心这样子，哎、欸，我还抱他，可恶！不抱他，换一只，不抱他。等卢卡跟虾虾一样大，我就过去。哎、欸，这也太久了吧，五年哦！天哪，你们怎么那么能急呀、啊？你妮求一下，可能就要30岁。哎呦，天！三十岁，太厉害了！好了好了，我要吃东西啦，我要吃东西了，哼，拜拜，拜拜，哎，虾虾真狠心，好了，拜拜拜拜，拜拜。抢阳光机制改掉了，真的、哦。我前几天还要去抢阳光，哎，有改掉吗？拜拜，大家拜拜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我下次要换一只娃娃吧。